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，他澄清的博士论文抄袭疑云当中，因为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失言风波引发了占学历争议。那么同时他也这么巧，本来下个月他就要到中华大学去演讲，尽管高虹安呢两度录影道歉，但时间就是没有止住火。对此，高虹安的竞选办公室在今天晚间发表了最新声明，说已经跟中华大学的学生会沟通，两方面也同意了这一场的演讲将会择期再办。而讲